喂 ，Toby 啊，上次嗰个集运我攞咗啦。我而家喺地铁站啊，你而家行过嚟啊。嗯，好啦，我而家行过嚟揾你啦。拜拜。好啦，拜拜。 喂，入境事务处通知，今天将限制你出入境。如需查询便因请按一字，按一字转入境事务处查询。入境事务处通知，今天将限制你出入境。如需查询原因，请按。又系嗰啲呃人嘅电话骗案。查询。今次等我闹醒你先得。小心你不要误会，我们是根据公安部来通知联络你的。 你真系搞笑，凭咩唔俾我出境啊你？啊，因为这是按国家法律。因为你涉嫌一宗严重情节案件，阻止你畏罪潜逃。系咪呀？不如这样吧，我把电话转接给公安，你可以了解清楚。好，我都想知我犯咩法啊。 喂，马鞭桃市公安局，我是行政大队长龙科长。头先入境处嗰边话我唔知咩事涉案，所以将我电话转拨咗俾你啊。你先说说你的名字、香港身份证跟回乡证号码，我再帮你核对资料吧。好。你呀。 在一种特大的经济案件中，洗黑钱，情况特别严重。咩经济大案啊？我边有啊？你唔好屈我。坦白从宽，我劝你尽快投案，清楚交代。我冇使黑钱，我冇做过噶。你还不愿意坦白？如果要我们拘捕你，被商规。 那就表示你没有会议，你是否你被通缉了？啊！我把电话转接给检察院的毛局长，让他讲讲你的情况吧。哎，赞同治罪吗？你按照我的指示，想要看一下，作为他的自己通缉令啊。 好啊，我配合你啊。那你现在照戴一下你财务状况，不可以有隐瞒啊。我系香港有两个银行户口。检察院的户口，好，明白了啊。好啦，我会跟住做噶啦。Kevin， 帮我攞住先啦。 我有事要赶住翻内地啊！点解要得过我啊？点解连你都误会我噶？我真系有嘢要做咧。咩误会你啊？同我翻去啊！啊，同翻去啊！哇！你两个系咪嗌交啊？冇，梗系冇啦。佢啊，唔知做咩神神秘秘啊，无啦啦咪翻内地喎。 究竟有咩蒙住我哋先？冇啊，见过冤枉啊！有咩你讲啊？系咁嘅，头先我听咗个电话，系嗰啲入境处嘅职员打电话嚟。得啦，Kevin， 我同你讲啊，你争啲啊俾人呃啦，呢一啲咧就系陈式嘅电话骗案，你知唔知啊？嗱。 等我堅哥又點醒你啦？騙徒咧最初就搞扮速遞公司啦、銀行職員啦，又或者係入境處嘅官員等等。
他们就会一层一层地转驳对所谓更高级的官员。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压力你们，迫使你就范为止。我再次在这里呼吁大家，记住我们的防面三宝：收线、核实、找求助。另外，如果任何怀疑的话，可以致电警方的反诈骗协调中心防骗二二线18222了。不经不觉，坚哥点醒你已经播放到最后一辑了。堅哥一家人一連六集，用短劇的形式跟大家講解香港最常出現的電話騙案手法。堅哥之後還會透過我們警訊的節目去演繹不法之徒林林種種的犯案手法，除了讓大家更加了解案件的發生經過之餘，還可以有所警惕。接著下來有兩宗交通意外想跟大家作出呼籲。意外分別發生在大圍的香粉寮街和荃灣的和義合道，我們首先帶大家去大圍了解一下案發的經過。我現在身處大圍美田村對出的香粉寮街，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手提供資料，協助我們調查一宗發生在2018年10月13日晚上7時15分的致命交通意外，而意外的位置就是這個行人過路處。當時一架專線小巴正是沿香粉寮街駛往美田路，當駛到去美田村美泉樓對出，小巴撞到一名正在橫過馬路的81歲女子，導致她頭部嚴重受傷，她被送往醫院搶救，可惜之後證實不治。警方在這裡作出呼籲，在2018年10月13日晚上的7時15分，有沒有市民是經過大圍香粉寮街，亦即是美田村美泉樓對出，而又目擊到意外的發生呢？如果有的話，請聯絡新界南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電話是3661-1300 3661-1300。這裡是葵涌和義合道190號對開的位置，在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的上午11點35分左右，就在對開的馬路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而一名79歲的女子在意外中死亡，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當時一名男子駕駛中型貨車沿葵涌和義合道往梨木樹方向行駛，當駛至近和義合道190號對開的時候，據報撞到一名過緊馬路的79歲女子。呢名女子頭部受傷，被送往醫院治理，可惜延至2018年12月6日證實不治。警方在這裡作出呼籲，在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的上午11點35分左右，有沒有市民又或者駕駛人士途經葵涌和義合道而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呢？有的話，請聯絡新界南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電話是3661-1300 3661-1300。在香港，人又多車又多，如果一個不留神或者貪一時之快，就很容易發生交通意外的了。所以大家過馬路的時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和使用行人過路設施。沒錯了，農曆新年就來到，相信大家都開始辦年貨，但是在大家忙於購物的同時，亦都是扒手落手的好時機。如果不想成為扒手的目標，就要留意下一集的警訊了。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看似硬汉子，拼出一身痴。